让我来打开我的翠翠。马上。马上。啊拜拜拜。啊拜拜拜。啊拜拜拜。擦点唇膏，不然嘴巴会 破皮。上去就是雪山，真的吗？我已经要通关了，锤子。啊，好开心哦！给 X 主 ，X， 这锤子怎么那么慢呢？打开的。你跟我说攻略，祈祷进不去游戏，那我进不去这个游戏，我会进那个游戏啊？那你想我进哪个？嗯？我唱歌今天唱挺多的，你今天想看我玩什么？到底？天哪，好怪哟！再看一眼，我看你看说我怪说了好多次，你看了好多眼了。雪山，我要爬雪山。通关会很感动，真的吗？真的不会哭吧？不会让我哭吧？嗯嗯，无法连接 Steam。What？ 不会是系统识别到我存档不让我玩吧？什么情况？你？开心，啦啦啦啦啦！我把我的这个放到哪里呢？放到这儿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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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一局。我，哎，一上来就是开门红，不错，不错，不错，哎。哎，这里弹幕为什么难那么难呢？这个弹，这个弹还会，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那个细节哦，就是鼠标的感受。你在弹的时候，它那个锤子会脱离那个桶，就是边边边慢慢的往下滑下来，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那样。哎哎，这里非常的不错吧？你看我这里的位置哦，我正好敲到桶的中间哦。我觉得再当最高还要再高一点，还要再高一点，还要再高一点。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撞石头了。哇，我今天状态超级好，我跟你说，我今天状态超级好，就是一下子就会有感觉。应该是怎么办？这里？从左边，我上次一直从左边，你们要让我从右边，是谁？到底在谁？是谁在误导我？到底从哪边上？到底从哪边上？到底从哪边？要用跳的往右上跳，再跳走。那么复杂、啊，左边是吧？行，来一二三。你看我今天的这状态，我的妈呀！好的，来了，非常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就下一波，就是这一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明明勾的非常的中间。哎呦，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没关系，不要气馁，我是不放弃的，铁男，不放弃。这连三连跳，我完全每一跳都上去了，没发现吗？等桶停下来，等桶安静下来，我发现了最秘诀，诀窍就是要等它安静下来。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睡着的水桶君，安静的久久的，
我想我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要这次上去，并且一次通关。好，开始了。哎、欸，好的，你看，一定要他停下来。不行不行，我这锤子要握紧一点。好，就这一波。怎么回事吗？这 star 为什么会这样？我要下来。啊！从现在开始，每一次都能挂住头，并且爬上去。好，来开始啊！来，再等三秒钟，三、二、一。没意思，再来啊，再来。刚刚15。This gets more frightening each time you return. Knuckles whitening, stomach tightening. Once bitten, so many times burned. 哎呀，只要等他停下来，一左一右就直接上，是吧？挂住桶，坐到桶上，试一下，一左一右就开始挂，懂了？就只挂两，只挂左边摇一下，右边摇一下，左边再摇上来的时候就挂上去，是吧？懂 ？OK， 我来，这，十个男人七个呆，八个坏，九个菜，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唱这首歌。先这样，再那样，再那样，好，知道了。等一下，蓄力，马上。先这样，再这样，再这样，哎，再这样，哎，先这样，再这样，哎。没有勾住这中间不行，要勾住中间的兄弟。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桶这一飘摇不定了，在这儿。哎呀，妈妈！十个男人七个呆，八个坏，八个是什么？十个男人七个菜，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是傻蛋。哎，好了，来了，一左一右啊，一左一右，杀！哇哇哇！我蹦得老远了，但是毫无卵用，为什么会这样？我距离太远了，你们发现没？距离太远了，根本没办法上去。我知道了，我这一左一右不行的，那只能敲到石头，没办法。一挂住桶而坐到桶上开始啊，这怎么能挂住桶坐到桶上啊？左右边撑住一点，要尝试三跳。看一下攻略，看来我真的要看攻略咯，行吧，那我找一下，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啊？你给我说一下。绝地求生哪一关呢、啊？哪一关？就是哪个攻略的名字？水桶，我就叫水桶。看一下吧，好吧。水桶跳七秒，这里有个。水桶呢？可恶的水桶！这个吧，第三个，这个啊，这个啊。这是他那个一直在上，
这不是第一行第三个，这个我都没看到水桶呢。哎，我怎么去玩蛇去了？哇，我已经走到后面来了，你看这后面进度条只有这么点了，看来我要通关了。哎，就是这儿。什么鬼？你看。我给你们看，这开着挂不？我哪能那样啊？这是手机，你看，你看啊，什么鬼？哪有这样的？我不信，这是真的假的？我能这样吗？他怎么一下从那儿蹦到那儿去？等一下啊，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我有点花式跳，他好像是从这儿就开始的，哎，不对。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他是从那个悬崖，我跟你们说一下，他是从，就是你知道吗？是从那边那个悬崖，The mountain seems no more a soulless thing, but rather. 哎呀，我想做个示范的呢。他是从右边那个悬崖先掉到悬崖中间，然后就 biu 一下蹦下来啊，然后就。再 biu 一下就挂到那个坎儿那儿，然后再挂到桶上的，要有一个支撑的力量。我如果直接从那儿的话不行，懂吗？我直接从那平地上开始跳桶，你也不行的，没有那个支撑，没有弹跳力。存档啦，不着急好吗？我想跟你们示范一下，哎，我怕你们不懂啊。他是那个样子的，不行，我今天必须示范，必须啊，今天是必须给你们示范了啊。它是这样的，The mountain seems no more a soulless thing. 失误，不行，我就是真的要示范一下。等我一下，不行，我这示范我必须给你搞出来，不搞出来不姓冯。给我等着啊！来试一下啊！它就是从这边那个悬崖，就是掉到大概这个位置，就是这下面，好，然后一下勾住这儿。好，然后勾住这儿了，然后一下弹上去了啊，就弹到那个，再弹到这儿，然后再一下弹上去，它就弹到那个桶。The mountain seems no more a soulless. 你懂吗？懂那个意思吗？我跟你们大概就是说了一下是这个意思。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你需要有几段跳，几段弹跳。我好歹也算是一个资深的锤子玩家了，比你们还是资深一点吧。再来一次，懂但是做不到。我呢，我觉得我能做到，给你们看着啊。算了，我们老实点吧，我们老实着来吧，好吧，没意思，还是老老实实的挂在这儿，挂在这儿。那样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好的，摇三下，好吧，我们就摇三下，好吗？我感觉这一把绝对有感觉，我跟你说，存档。哎，我存好没？存好没？再看一下，再存一次，我怕我再存一次，我怕没存。OK，我今天我都说了，非常的有感觉，不相信？等一下，我在想，我看一下那个谁，他下一次是蹦到哪儿去的？哦，是要走这边？哇，这个山有点难爬吧，兄弟。这个山，我觉得我是一辈子过不过去的。马上就过关了是吧？我先看一下视频，我看什么时候能过关。啊，这是简单，这个比较简单，我感觉哦。这样就过关啦！哇，哎，哦，我好快，我感觉我快了，我快了，有没有？这里说实话是挺简单的，这里说简单也简单，说简单也不简单。
不敢上去了。等一下啊，我要到这个山峰这个边边来，边边边边，好这儿，然后一顶。哎，也不必吧？那为什么那个人？哎，我、哦、糟了，我勾住了，完了。嗯。哎，我上不，哎，我勾住了，勾住了。哎，我过不去了。哎，好了，吓死了。OK， 我要坐在上面来，行吗？哎，好像上不去。我坐在这儿，坐在这儿。我马上通关了，今天能通关吗？今天我觉得能的。好吓人！等等，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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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搞个存档，存个档，存个档，差点忘了。坐在这儿也要存个档的呀，存个档，存个档，存个档，存啦。Super boy， 存个档，立卡。哎呦，我真的是一次就上去了，嘻嘻嘻，厉害不厉害不？我好厉害！哎，你们这里难道过了很久吗？你们这里难道过了很久？好，现在就是开始无限攀登的环节哈，我们就一步一步向上爬，不要停下来，现在准备开始了。我的任务完成是什么？哇，一步好，来开始。这，我，这个雪山说实话有点滑，说实话是滑的，你知道吧？真的，说实话它是滑的，我感觉得到，但是有阻力。你要掌握一个频率，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一步一存档不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你要到这个斜的角度，然后慢慢的上去，我跟你们说要慢慢的上去，呀，小燕儿，嗯，小锤，小锤你不听话，你不听话，你不听话，信不信我打死你？不好意思，我有存档，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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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存了吗？我刚刚是不是没存呢？我存没？我在哪儿存的档？完了，完了，哦，在这儿，还好，吓死我了！我就说我这么细心的人，怎么可能不存档？好滑，这里太滑了，说实话，真的太滑了，这怎么搞？真的太滑啦！没法玩儿，这个怎么办呢？要有节奏，连续往回勾，连续往回勾，要有节奏。哎呦喂！鼠标，嗯，画椭圆。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o you are in this? Are you the man in the pot, Diogenes? Are you his hand? Are you the top of his hand? I think not. Where your hand moves, the hand may not follow. Nor the man. Nor the man's hand. In this year's will, his intent, the embodied resolve, and his uphill ascent.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画，看着啊，看着，给他演示一下。别！The first time you got here, you thought you were safe, a base camp for reaching the summit.
That's how it seemed on its face the first time. But your face can fall fast when you plummet. The mountain seems no more...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o you are in this? Are you the man in the pot, Diogenes? Are you his hand? Are you the top of his hammer? I think not. Where your hand moves, the hammer may not follow. Nor the man. Nor the man's hand. In this you're his will, his intent. The embodied resolve in his uphill ascent.上太空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是你们一路见证了我锤子的成长，是你们陪我当登过了高山，跨过了火海，是你们我才能够去到外太空和外星人握手，这一切都是你们给我的。Now, you've conquered the ice cliff, the platforms, the church, and the rectory.The living room and the factory, the playg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 granite rocks, and the lakeside. 等一下啊。You've learned to hike. There's no way left to go but up, and in a moment I'll shut up. But let me say, I'm glad you came. 咋个回事？它那个不好爬，因为它有个凹槽，你知道吗？会卡住锤子，所以我在想，这里应该还是要慢慢来的，没有那么快的。你看，说实话啊，哎，你这里怎么搞啊？这里好像挺难的，看着很简单，其实很难，真的很难的，因为它那个凹槽卡住了，你没有办法把锤子挥到最大的一个限度，你知道吗？哎呦，完了，这下又完了，我们又来看空空空人了。看一下啊，这儿，我看一下他。我懂了，我懂了，懂了，等于说啊，懂了，懂。这是一些细节，知道吗？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给你们示范一下啊，懂了，懂，简单，真的，你懂了，我懂了，你看着吧，跟你们说什么？不相信我，看着啊，它是等于说身体要在这里这样起来一下，然后呢再上去，你知道那意思吗？等一下，存个档，存个档，等一下，存个档啊，存个档。
我说懂了，你们不相信我是什么意思啊？我强不强？哎，我强不强？董姐，请叫我董姐。好的啊，这里很，这里非常的重要，跟你们说，非常的重要。哎，我去，哎，好像存档，我看一下我刚刚那个存档在不在？请叫我董小姐。董小姐，你为什么玩锤子这么厉害？让我爱慕又欣赏，我好羡慕。他给我嘴挂住了。说实话，其实挂住并没有什么用的，你知道吗？因为我需要一个力量，就是这个力量。你懂那个意思吗？你们懂意思吗？就是我挂在那儿停着是不好的，我要到它下面去，然后就下面我需要借助它的那个弹跳力，然后撑到上面去，所以我不需要它挂在那儿，懂吗？懂吗？你们不懂，你不懂，我懂，因为我是董小姐。哎喂喂，没事，我们直接从这里来吧，直接这样来就好了。董小姐，你为什么这么乖？你为什么这么可爱？算了，我们还是直接把存档都拿下来，不要浪费时间。懂个锤子，我就是懂锤子啊，没有人比我更懂锤子哟。其实他这个灯也可以挂的，我刚刚试了一下，灯也碰到我了。我挂在这儿，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看着。我要跳上去了，我要从这儿这样跳上去。我，什么鬼？哎呦，不好吧？看来这里还是很难的，不是一般人都到不了我这高度。哎呀，我刚存档了，是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一下挂到那里去了，不然这下面的好难上去啊，我发现。哦，挂到这灯上。哎哎，我去你！这是最后一关了，对对对，马上就通天了，我上天了。我要上天！我要！存个档啊，兄弟们，一步一存，好吗？我们一步一存，不要有任何的失误。Nice。Nice。好，存个档！哎，兄弟们，存档不亏。呼呼，呜呼，好。哇！Dedicate this game to you, the one who came this far. I give it to you with all my love. Oh, I'm so touch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his game to me. I'm so touched.
怎么这么厉害？我在看这飞起来还有没有镜头啊？还能不能再上？还能不能再上啊？我还想上上上去，我想上去。哇哇啊！我到哪了？我看到了烟花，我看到了星光，我看到了星星。谢谢花开迟光，好漂亮，感觉像霓虹，就是像萤火虫。这是我用心血在玩游戏，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哎，感觉，哎呦，我居然把这一个东西给完成了，就是好大，花了好大的心血养成了一个东西，你懂那意思吗？你们不懂啊。And I ain't gonna be treated this way. I'm going where the chill wind never blows. Lord, I'm going where that chill wind never blows. 星辰大海。I'm going where that chill wind never blows. And I ain't gonna be treated this way.厉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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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where the climate suits. 哎，这个游戏必须要被我玩通关了，那我岂不得是不是小小的庆祝一下，得抽个奖啊，是不是？来吧，锤子通关喽！通关了！哈哈哈哈！我还在标题表达我的。能力玩锤子括号通关了。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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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很难通关游戏的，你们知道的。